这个问题谁问的？是你吧，李远河。这个宋白羽还挺嚣张的啊。嗯，宋白羽先生，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 好啊，开始。宋白羽先生，请您目视前方，接下来我问到的问题，您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，清楚吗？清楚。好。哎，杨波，听得到吗？一会儿直接问他，迟早发了吗？ 宋律师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您吃过早饭了，是吗？不是。一会儿再问他一遍。你最后一次见秦修文是在他失踪之前，是吗？是。你今天吃过早饭了，是吗？是。博文一样。 秦修文在小卖部给你打过电话，你知道是吗？不是。打电话当天你去见客户是吗？不是。但你开车经过滨海公路是吗？是。经过滨海公路的时候，秦修文就在你的后座是吗？不是。你和秦修文早就认识是吗？不知道。你认识大马是吗？不是。 杨波，给他看照片。宋白羽先生，请看照片。照片上的匕首是你的，是吗？不认识。杨波，你问他，你知道你的家人也在犯罪吗？有波动，我拒绝回答。这问题谁问的？是你吧，李远河。你做过的这些事儿，会告诉你要保护的那个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什么意思？被你保护的人知道你做过的事儿吗？我拒绝回答。好，宋律师。 我们换一个问题。你去彭娟家带走过某样东西，是吗？我是去修皮带。您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。没有。你见过青花缠枝莲纹方瓶，是吗？不好意思，再说一遍，没听清楚。青花缠枝莲纹方瓶，国家遗失的国宝，你见过，是吗？ 没有。你接近林远浩，有目的，是吗？
Thank you.